旅行。那个箱子怎么办？你要带什么东西？你要怎么弄？就那么一个弹丸之地，我完全有一种不想动的感觉。那就别动。不知道该弄什么。那就别弄。连吃个放的地方都没有。确实没有。哎，你把它弄。来。没事，我来弄。好嘞，可以。所以先生，哪是我的梳妆台呀？梳妆台，实在没有呢，那我就只能这样了。来，把它靠边，我把它搬出去。你那个想铺，你把对，把你铺上去。OK。OK 啦。挺好看的。可以，你把那个打开就行了。外边咱可以放东西，可以吃什么之类的。你拿一个桩子过来行吗？可以啊，我待会儿去搬呗。家装修就跟建筑一样的事情啊。建筑它作为七大艺术门类之一，就是干这活儿。你的建筑反映了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你认知的这个世界啊。这种房子其实功能齐全的话很有味道的。对。他们在喝奶呀，宝贝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它的尾巴在摇，它的尾巴在摇，真可爱。羊妈妈，你是个伟大的妈妈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啊？我呢？哦，你也是个伟大的妈妈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其实这里有水啊！你居然对我无动于衷？怎么？我手被扎到了，你对我无动于衷？你不爱我？没有，我刚刚在看儿子的视频。你爱儿子比爱我多。那没有，怎么了？你手没事了？我的手真的抓破了吗？我累了。你给我看看，很轻的用这个，好像没了。我刚好像拔了出来了，我。没了。不痛了，不痛了吗？嗯 ，OK。谢谢你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我也累了。今天睡三天，都睡得不好。你以后不要把会的时间排得那么晚了。如果你半个小时能做一道菜的话，我们俩应该有时间去骑一下。半个小时没问题，时间是挤出来的。我好像帮不到你。不用，不用你帮我。那我要躺一下。你躺一下。时间要出去呢，啊，合计溜达一下啊。你们不是要做菜吗？我先骑一圈回来，能做上半个凉菜也行啊，也是一道菜啊。你
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这是个秘密。但是我们家的食材在你们冰箱里。你们搞，在这搞，随便搞。我俩溜一圈就回来了。拜拜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回来小心，这家就变成我们的了。你们就这么走了？这个家我们不要了。你在我前面吧，好几天没骑，感觉就不会了。慢慢骑，咱俩往前慢慢悠悠，你找一找感觉。好的，我来了。慢慢骑，慢慢骑，不着急，我等你。好开心。哎，大狗。好大。小姑娘喂狗呢。这画面真好看。你要是累了，你就休息。好的。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刚毕业的时候，他用他刚刚发下来的全部工资，当时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，然后当时就觉得哇，很感动，好像又回到那个时期，每天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呀，去到不同的地方，就还挺开心。感觉老好了，媳妇儿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骑自行车最大的想法是想陪着他，陪他一起锻炼，把没有陪他一起健身啊产后恢复的时间补回来。哎，沙漠媳妇儿，哇，很神奇哦。太酷了，就是跟我媳妇儿骑在乡间小路上，然后旁边这边绿树，这边沙漠，这感觉太神了哈。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好。